差。那它的题目是卧槽，一场 Open Data 的实验。卧槽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组织哦。如果大家在看，他们最近开始在评论报上面会有一些固定的新闻或是新的资料的发表。那你会看到他们每天就是在比如说立法院的院庆，经常在报上面看到有一个很多是从卧槽里面出来。那他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怎么利用怎么透过 Open Data 来建造一个真正的一个公共社会。那他现在是卧槽组织的专员，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余昌接待的演讲。好，大家好，我是余昌。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讲是关于卧槽公司的一个演讲啊。我的想法是你的卧槽其实就是一场关于 Open Data 的实验。那我是余昌，那其实之前已经从事了几年的自由软体工作，那偶尔会有上网嘴炮，然后骂骂政治这样子，然后现在回来台湾做卧槽的专案经理。那但是虽然说叫专案经理啊，事实上就是打杂，对。从跑立法院直播、写新闻，然后到修修一些程式漏洞都有这样子。那本次演讲呢，就是不例外，就在包含政治议题啊。大家如果有比较不太能忍耐的，请稍微忍耐一下。那去年的 Cost Cup 呢，我做了一个演讲叫 Hack Everything Including Society。然后那个时候我提到，其实 Open Data 的一个循环就是从想法。我们把它转换成程式码，那我们把这个程式码散播出去以后，有问题的地方出错，那再回来成为新的一个想法，那不断的循环。那我们改变的标的其实是电脑运转的方式，我们希望可以利用 open source 的方式，让电脑的运作会更有效率、更好。那后来我提出来的是，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方式，我们把想法撰写成文章，然后传播这些文章，并且做一些行动，最后对这个文章的想法做一些辩论，然后再重新回来产生新的想法。而这个标题是社会。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怎么样传播，还有我怎么样行动。那讲到卧槽的开始，其实就脱不了后面1985。那这个其实跟去年的 Cost Cup 会后的那个会中的一个 BOF 其实是有相关的，就是凯道抗议 BOF。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有人有参加过，有参加过吗？那一场25万人的游行哦。那后来我们在10月10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正式的加入985，然后在里面帮他们做一些管理一些多媒体的产出。那个时候他们办了一个在立法院前面的公民的升旗活动。那个时候喊出来的口号就是觉醒的公民是国家最好的发动机。我们提出了完全移民的三个诉求：下修公投门槛、罢免门槛、不分区立委和政党补助门槛。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说，我们必须要拥有公民权，我们才能好好的监督这个政府。那我们也希望服贸协议可以重启谈判。那个时候我们选了一个公民旗，公民旗的图腾就是一个眼睛。那这个意涵其实就是 Big Citizen is watching you， 公民正在监督政府，请政府千万要小心，不要胡作非为。可是监督政府这四个字大家其实都会讲，可是各位可以想想看，你生活里面要监督政府通常是怎么监督的？那其实后来想想就不外乎两个，一个是看电视哦，那不然就是看报纸。可是想靠媒体监督政府就够力吗？那如果你深入去思考、去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一间媒体都是一个公司，那每个公司都有出资者，所以谁给钱，谁就是衣食父母，不可以违逆你的金主。你的金主爱看什么，你的金主希望你报什么，你就得报什么，不符的比较严重的，可能还会被资遣。所以我们就看到有很多房地产的公司会在报纸上看的广告，那报纸媒体他们就会回敬给他说，哦，那个元雄好像做得很不错，风生水起。那政府也会到报纸上面投广告，有植入所谓的植入性行销。那最有名的案例就是
卢正宏他在远见荣获五星级的县市长，就后来被政府委提报哦，说这个是苗栗县政府发包的有效行销苗栗宣导县政府案，而且还920,000，超多钱的。所以你就知道卢正宏五星级县长是怎么来的，真有效。那不只有台湾的政府哦，连中国的政府也投进来哦。中国政府补助旺旺中国集团净利达11.3%，这是不是毛利哦，这是净利哦。然后呢，旺旺买下来的《中国时报》就会说，我们中国认同终局统一哦，所以我们要深化两岸人民的感情。那香港之前在五一游行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啊，至少连《联合报》都报了一个小小的图片，结果《中国时报》是吹粉的冠名米粉，我不知道是什么。那除了投广告以外，他们也会利用抽广告的方式来惩罚那些不听他们话的广告的媒体。哦，那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前任发生的，就是那个时候汇丰银行其实跟中国有一些生意上的往来，然后香港中联办他就要求汇丰银行停止在传媒底下刊登广告，然后就抽广告。哦，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各位可以再看看哦。我们的服贸协议其实开放了广告服务业哦，所以大陆服务者可以在台湾设立商业据点，提供广告服务。那他会不会用这个东西来统治台湾呢？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就会有人出来抗议说，中国抽广告，可能就会造成我们的媒体报道有偏颇，所以我们应该要反对服贸，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一个看法。那也许有人会想，也许我们上网看看那个网络的一些讨论啊，就不要用电视，不要尽量不要看电视嘛。可是问题是，虽然我们使用网络的人，其实在年轻族群比较多，但是年长一辈的人还是比较习惯一些平面媒体或者电视。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报纸的新闻很多时候其实是很大量的流到网络来。哦，那所以我们的媒体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引导网络的一些网络上的一些舆论走向，可是我们网络上的一些想法却很难去影响到媒体的看法。所以就算网络对一个电视台再怎么样不满，这个电视台它还是不会改，就算我们再怎么样抗议还是一样。所以只靠媒体监督政府够力吗？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还好，那这边我们可以来看看，就是我们过去的生活其实就是靠媒体来监督政府，那候选人的表现怎么样呢？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选前的时候呢，马英九说民调18%，人民已经不信任了，权力可以拿回来。可是选后呢，他的满意度掉到9.2%、8.4%，他装死到底。然后选前呢，他说台湾将不会再有非法监听。选后他就说，如果没有违法，为什么要怕监听？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找典韦拉来救援一下。那我们听听看陈水扁怎么讲。立法院都不用去开会都没有关系，哦，那个谢国梁，基隆是选出来谢国梁，从来没有开过会。然后啊，我就是预计要选上啊，不然你要怎样？你拿他没办法，哦，罢免可能也罢免不了。那依法政府可能是要揭露资料的，可是呢，我想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有些网页就是只有用 IE，哦，啊，有一些。那还好我们有临时政府哦。那临时政府其实喊出一个口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民主不是投票统算。那具体其实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网络、让网站成为一个监督媒体的工具。好，那以前政府的资料可能不容易到人民的手上，那现在透过 open data 的方式，人民只要有心，他就可以去查看。
所以我们把立法院像这样的网站呢，转化成像这样子浅显易懂的网站，你很快就可以知道说今天要开什么东西，然后这边也可以很简单的查到底线法案。那所以财政府原地重建，可是 GDP 其实很多时候追求的是自动化，要让城市自己去执行，要让城市自己去执行，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不是非常方便的问题。比如说呢，这是立法院的立院的国会影城，立院影城，那立院影城其实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每个影片下去点都很方便，可是各位可以摸着良心想想，当你每天上班上课上了8个小时，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到家的时候，你还会再去点开来看一个立委开8个小时的会议吗？不会吧，这是一个很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可是呢，如果手动介入去过滤，好像也不对，因为你过滤了，这就代表你有成见，而且城市有怎么样的方式可以去过滤出立法院的精彩片段。所以看起来的政府资料透过Open Data的方式可以到人民来，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民有没有那个心意去看这些资料，或者是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去让这些资料直接送到你手中？你每天会去滑 Facebook， 可是你会每天跑去看 GDP 的一些网站吗？我相信会做的人其实会少很多。所以我们就在想，如果我们把这些 Open Data 透过专职人员去处理，那再经过专职人员的行销，然后把它推到各位会看的一些新闻的平台，或者去看到，或者是推到 Facebook 上面，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可是这个东西可能是 就需要一些钱或人力的介入。那据里面有句名言，就是不要问为何没有人做这个，先承认你就是没有人，因为没有人是万能的。所以有一个人，他叫刘云伟，他就说，如果我们找钱找人一起来专职做一个帮助公民的监督平台，好不好？如果 GDP 没有办法做，那就我们来做。所以卧槽就成立了。那卧槽当初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也是跟 Big City 的 Watch Out 有点类似哦。我们取这个名字 Watch Out 是希望大家可以当心警戒，去监视，去监督这个政府。那我们也希望这些政客可以小心，因为公民随时随地都在盯着你。所以我们喊出的口号就是 Watch Out, Be Watch。那这是我们的成员，现在至少专职大概只有8个人左右。那我们是想试试看另外一种社会运动的模式。那我们也相信，如果想看到不同的结果，就要尝试新的做法。那我们希望，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降低参与政治的门槛，让更多人可以更方便的去了解政治。所以我们会以娱乐或教学的方式，让民众对政治产生兴趣，而且愿意更深入一点的去挖掘这些议题里面的内容，而且有时候可以顺便帮忙去立行销专案。那我们的成长历程是在2013年底成立的，然后在2014年1月的时候 ，Facebook 粉丝页上线，然后那个时候开始跟《苹果日报》有合作，然后在2月的时候推出第一个专案叫《不会无双》，在3月推出市长给我们专案。那我们希望在选举前呢，能够透过市长给问嘛这个专案，让大家可以去跟候选人有一个互动的平台。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哦，你以前在路上看到候选人，你有机会对他提问吗？事实上，其实你机会不大，因为他通常出现都是做两件事情，什么事情？在车上跟大家挥手，他在跑完一圈跟你握手，握完手就赶快去握下一个人的手，他没有时间停下来去跟你说话。所以我们希望推出这个平台呢，让大家有一个机会可以把大家的问题传递给候选人。好，那我这个平台就是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提问。那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所以我们会需要经过一个联署的过程，就是有一定程度的人认为这个东西是重要的时候，他就会推到候选人的前面，那候选人就会看他的意愿，看他要不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好，那如果他回答的问题，那你可以对他的问题按赞，或者是觉得他回答得很好。那如果他没有回答问题，你也可以透过这个东西来了解说，也许他真的这个地方他知道他有问题，可是他又不敢讲。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揭露候选人的对，可以让大家更清楚候选人对一些敏感的问题他的态度。那这个是我在现在全新改版后的样子哦。那现在大家知道，现在参选其实有四个人。那我们里面拉到下面就可以看到各个问题哦，比如说台北市政府正在制造环境国耻的2017世界大学运动会，你要怎么处理这个东西？或者是你对法国人士这些对慈济内湖区开发的看法？那现在有四个参选哦，那目前冯光远回答率是100%哦，那是真的蛮认真的。那柯文哲现在今天已经回答了3题，那连胜文据说接下来会开始慢慢回复，但是我们蛮期待的。那柯文哲这边哦，他回答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愿意公开所有竞选收入和支出公民中显示，然后他就说呢，他会依据政治献金法相关规定来做透明化。那所以呢，那个国会，那个政治献金透明化的朋友，你们可以开始努力了。那这边我们也拍了一个简短的一个影片，那大家看看。江湖我准备好了，请用键盘来。打扰我吧，来啊来啊，你们这么多键盘，我也有的。你们这么多键盘，我也有的。那柯文哲也太好了。
不要分成好球和乌龙球两个，就是你真的咨询能帮你咨询的很努力的，然后也真的打到点的，就是好球。那如果说你真的是有点欧北共，那就是乌龙球。那我们的网页大概也是长这个样子，除了影片以外，我们也会把我们定的那些场次做成一个账号，可以让大家很简单的去看到那一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算你在捷运上也一样可以看，知道最近立法院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在没有国会无双以前呢，立委的状况大概就是像这样子，打选战，然后选战投票给他，在人民都没有办法不看 IBOD。然后他们就要签红白系的活版面，所以就要办活动啊，不然就是跑红白场，然后再由他玩四年，那不用去开，不用去开会都没有关系。那我们希望在有国会无双以后呢，他投选完票以后呢，他会遇到国会无双，然后立委在做，公民在看，他就必须在柯朗伟和监督中通过。所以我们的网站其实分成五个部分啊，一个是在立法院开会前，我们有预报和立院的小知识。可以让大家知道说立法院为什么会这样运作，还有接下来今天这个会议预期会开哪些内容。再来是不好意思，再来是国会的实况直播。我们在国会开议的时候，我们也会实况，然后在旁边用打字的方式让大家了解最新的状况。再来是有大家都知道有的 IBOD 其实不一定会播，所以我们也会扛着摄影机跑到国会里面去做直播，让大家看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些影片呢，我们会整理成好球和乌龙球，然后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在立法院随机捕捉立法委员，做独家专访，然后最后我们把它整理成战报，按合并到重大议题里面，让大家了解你关心的重大议题又有什么新的发展。所以我们预报的网页大概长这个样子啊，对，我们都会，我们那个美工很辛苦，每天都会想各种梗。然后这是我们的立院小知识。那这两本书是我们参考的书，欢迎大家有空也可以去想办法找来看看。那这是重大议题的页面，你可以看到右边是相关的一些战报和场边焦点。场边焦点就是社会各处发生，或者是立法院里面发生，但是跟这次的会议有一点点没有关系的东西，我们都会整理进来。然后我们也把自己区的争议，利用 ebook 的方式整理成一本书。那最近国发会也 fork 出一个版本哦，那我们打算把它换取回来，然后再一次给他们打脸，进行期待。那这是场边焦点的部分，可以看到这是最近台湾的一些争议。那这是刚才看到的好球跟乌龙球的界面。那我这边挑一个影片让大家来看看。你们的报告里面没有啊，拿来的倒掉，所以是原来是有的，是不是？不是，你们是反对意见，结果今天
还是你们是要被当农地、当农作物、当人民食用的消费者把关的？我问你，你是立项、五项把关嘞？我想我们就是五十一次，我们还是为消费者把关。好，来，身体安全是最重要的。啊，你漏掉那一个哦，就责一下，为什么漏掉？你再一个调查报告给我。这个我们有去那个路上去采访，然后有遇到一组欧巴桑哦，然后就问他说：“哎，欧巴桑，刚好有一个我们是一个国会的专案，我们想要了解大家对国会的看法。”国会，我们不碰政治啊，不好意思，我们不想碰政治。然后我们就很努力的说服他说：“不然你先看个影片看看哦。”然后我们就给他看这个影片，看完以后他就哦，好像应该关心一下。那这一讲这个影片其实它是其实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咨询。那那个时候其实是台湾打算通过一个法案去把水污染法下修，哦，它在台湾可以划分成工业区。那工业区那个地方的水污染法，它的标准下修到跟中国一样，他们说这样是提升台湾厂商的竞争力。但是这个工厂工业区它可以在那个种田的地方的上游，所以就是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情。可是没有媒体报这个东西。那后来我们有一次也唠到哦，这件事情其实也闹得蛮大的。那个时候就是国民党刚好利用一间立法院的办公室开党团大会，结果他们忘了关麦克风，结果就在喇叭里面录到一些声音。听到王旭讲一些话。那另外，针对3月10号即将举行的最后一场公听会，那行政部门这边也非常的重视。我们从2月下旬开始，就持续提供相关的资讯跟论述给本党的委员。那由我的一些名嘴，还有学者专家等等，希望能够营造有利服贸协议审查的气氛。这件事就让大家很惊讶，有我的名嘴到底是谁？那你提供的资料是什么？就后来王立群就说，他提供的资料其实就是懒人包啦。那有的时候立法院他的审议其实是固定的，固定那三字，所以如果事情没有在那三个点发生的话，他们就会把 IPOD 打上蓝画面写休息。那我们就会穿越蓝画面，直接到立法院。这是我们那个时候直接拿公民记者的记者证，然后冲进去换了立法院的临时记者证。进去采访，然后我们就直接在桌上架摄影机，直接现场直播。那这是我们那个时候拍到的画面，我们拍到。可以看一下那个麦克风，麦克风往红大小正在发力。黄昭顺用点放发方式给别人消音。我们已经用到三个了，哈哈哈哈哈
间比较不够，先跳到后面一点。点灯机疑似危险，请问这是违章治安，做这样的规范？立法院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样规范，空调老板为什么疑似违宪呢？我请问你啊，空调老板为什么在保安的空调老板为什么做疑似违宪？我想立法院的立法委员首先应该所有立法委员在审查，审资进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到委员常常不在位置上，他一不在位置上，民进党就是以上而动。两点四十分左右到现在，已经三个钟头，两个钟头。
休息，那处于一个主席失踪，然后会议持续进行中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主席要服了，这个时间这样就浪费这样过去。因为我们要知道在立法院没过委员会，国民党提的都上过去，所以只要国民党立委提的，民进党提的上位都不会通过。就吴秉睿委员提的这个上位，目的只是要叫国民党委员来开会，就国民党委员不来开会，连他们主席都失踪，然后还告诉我们说他们对于这个资金条例有多重视，其实我认为他们有真的有耐心来开会，或者有耐心来好好审查一个他们口口声声说重视的议案，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遗憾。也要就是一个会议主席可以把他应该要主持的会议丢了就失踪就不见了，然后就走过就没有再回来，然后出来的地方不晓得现在会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状态，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葩。各位可以看一下，就这一个瞬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后面其实媒体的阵地只剩下一台了，那再来就是我们，所以其他媒体的人他们就觉得没有画面，他们就走了。所以那天后来会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二点整，那我们就现场一直直播到晚上十二点，那最后十二点的时候。当时那个时候有1000多个人一起看那个直播，然后大家在那边倒数像欢迎一样。应该守住了，应该守住了。然后但是国民党他们的解读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啊。大家都可以看出，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哈，为何被一个人民打架镜头更重要？可是我们媒体往往他们只会呈现打架镜头，他们却不会告诉为什么他们两边僵持不下。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方式，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立法院两招之间不一样的想法。那当然，这边有一个这个提问，大家有空再看，以后有机会再看好了。大家好像时间快不够了，那所以我们尽力呈现现场。那如果你也想要一起监督国会，然后你想要一起来看 IPOP 一起来找出有用的片段的话，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公民九报新闻联盟的国会调查平衡，它是分散式运作的国会无双。那如果有空的话，我可能会再去报来听，就可能请大家期待。那网站的话，我们也有一个平台，就是苹果，我们跟苹果有合作。会在上面看到一些讯息，所以，像这一篇是我们那个时候在318的时候最有名的一篇，然后是一个蓝图包，然后我们也会很努力的把我们拍到的东西，然后一个一个放上去，可以看到这是5月12号的完整度。那我们会画一些图片，让大家更方便的去了解这件事情。比如说监察委员刚看到国民党说民党要背一个监察委员，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背一个？因为监察委员其实有很多人他们是有问题的、有争议的，然后连国民党自己都不一定想要去投票给他们，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党团大会当天开了党团大会，他们的决议是不会用党纪来约束，可是不用党纪来约束，结果他们用什么东西来约束呢？他们要你4个国民党委员一起投票，然后一直看一下你旁边的人有没有投错。所以民进党呢，他们就去把那个领票的地方堵起来，然后邱毅明，他就甚至领了票，然后就签名就签很久啊，我突然忘记我的名字写什么了，不好意思啊，我突然失智了，等给大家带来困扰，真的不好意思这样。然后后来有一些国民党委员，据说我私下打电话到民进党那边跟他们说谢谢。那我们也会做一些。那个搞笑的图片，那像这个图片其实是上到双高上面去的，就是台北国旗区马展在临时会的时候，然后我们还写到，每一个区马背后都代表社会秩序安定的期待，所以我们坚持以完美工具打造每一个区马。
走在地上的螺丝虽然不显，但是很结实，比我们的马路还结实。这是这种螺丝支持的全台湾的马路。那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公司的资本单纯，后面没有财团，非常单纯。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他公司的很多一点点的，就是这一个而已。所以呢，有一些公司他们不可能，他们有一些媒体不愿意报的，像慈济啊，我们就可以报。那当然，去盈利这些东西，我们绝对也会尽力的照顾了。所以在我们希望最后可以让大家在选前有一个市长给我马可以试领队的话，选上了以后呢，市长给我马可以让我们看这件完成度，还有国会武装可以让大家评估您代表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在太阳运动爆发的时候，粉丝用大概2000人，然后运动开始2天就过10000人。最后离开的结束的时候，我们达到10000人。那国武装 Fly V 募款200万也是达标。这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一些奖，那个奖，该怎么说，就是贩卖的一些文创商品。那其中这个大家应该蛮怀念的啦。你的组别这边你可以写重组还是歌组？那我们因为我募的钱蛮多的，所以我们也回馈到群里。我办一个像Google三 D 这样的东西，让一些学生、写程式的学生可以到去营地里面去认转换来实习。好，那这个后面看啊。那个我们相信，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绝对不能靠少数人付出一切去投入到运动当中。每个人只要一起付出各自一小部分的时间心力，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因为政治不是政治人物或社运人士的事，政治关乎的是你我的生活，是我们的事。请大家一起加入我们，一起改变社会。谢谢大家。有人要提问吗？如果没有提问的话，我可以放一下刚刚 Fly V 那个影片，还蛮精彩的。有想看的人吗？我刚刚放一下。谢谢大家。